这种事就完全无法想象呢。这位小朋友，敢问店内是否有卖永生香？请问药方有没有拿药方来呢？这买永生香的话是不需要药方的吧？和治病没有关系。有药方的话，琪琪可以。 帮忙抓药，这是琪琪给自己的敕令。僵尸行动需要敕令，但这位小朋友不知为何是自己给自己下敕令的状态。琪琪小朋友，我们没有药方，但我们希望你可以哦。哎，怎么突然就可以了？但是你们也要帮琪琪的忙。 这样才公平。店员给顾客帮忙，原来是不公平的事嘛。哼，无妨，这样对等的关系也不错。在礼乐，交易的艺术就是换位思考。那请你们到天衡山，用归中机帮我狩猎椰羊。归中机。 归中机是远古仙人在天衡山上架设的一种弩炮，属于机关树产物的一种，位置坐落在天衡古城原之间，能够自行迎击体格巨大的魔物，防备来自外界的威胁。钟离先生真是对璃月了如指掌呢。也并非完全如此吧，比如这个椰羊，我就确实没有听说过。 椰羊是传说中的半仙之兽。喂，就这些吗？嗯，椰羊是传说中的半仙之兽，长什么样子不知道，哪里最多不知道，什么由来？ 不知道。罢了，先去。椰羊究竟是什么样的生物？椰羊，去找吧。